所以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你就打电话给我。 哦，机长啊，虽然你进来的，私人土地请你离开。小妹妹，年轻人怎么可以火气那么大呢？更何况啊，你都已经是环球集团未来的少夫人了，我看你的言行举止啊，收敛一点才行哦。你别来烦我了，我才不稀罕什么环球集团什么少夫人。哎呦，不要那么冲动嘛，又不是我背你飞上枝头当凤凰的，对不对？ 什么枝头什么凤凰啊？这个小人，上次陷害我还不够，少了一肚子火，还敢厚脸皮来？蟑螂都比你高级一点，走不走啊？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他。 小人，上次陷害我还不够，少了一肚子火，还敢厚脸皮来？蟑螂都比你高级一点，走不走啊？不走。哎呀！哎，不可以这样啊，少夫人。 夫人不可以这样啊！阿青，蟑螂都比你勇敢。何行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偷偷跑进来的，但是下次给我发现，我就会报警处理。现在，请你给我马上离开。哼，离开就离开，我祝二位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我是裴雅希，是环球新任的艺术总监，负责比赛的对外行销跟国际品项。今天刚艾伦见面，他说我一定要来认识你。你好，我是陶爱卿。你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哦。不过啊，我看好你跟 艾伦，加油！谢谢，只要是为了子浩，我什么油都加。哎，对了，今晚爸妈的聚餐。 我也邀请雅西跟我们一起去。哦，我们从 Aaron 那里听到你的状况，今晚我一定帮你们加油打气。谢谢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啊。啊，对了，我该走了啦，还没跟董事长报道呢。那么晚上见喽。晚上见喽。 对了，他跟何信跟你说些什么？一些很无聊的话啦，反正被我骂了一顿。他这个人哦，做事喜欢下手段的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最好连对话也不要跟他对，还有以后你对媒体，你真的要注意一点。从现在开始呢，你可能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自由。郝爱卿，如果你现在要回原点，还来得及哦。 千万不要迟到，爸爸是最讨厌迟到的人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像中原标准时间那么准时。小诺，退出比赛了，赛车协会工程招混在人群里面，显然是来盯你的。我决定参加比赛。We're gonna win, it's party time, go！ 想要得到陆子浩，就得全力从我的身上下手。我在乎的是，让陆子浩。 付出他应该付出的代价。如果陶爱卿做什么事还需要你提醒的话，我看这个女孩子不见你吧。我突然有一种奔向未来的感觉，然而在通往未来的路上，让我感到有一些害怕。你来了，你真的。
王对我多重要。大王，所以你才穿这种漂亮来为我加油。你耗费了多大的功夫才安排我跟他父母见面？你懂不懂啊？有谁能告诉我，爱的天空多远？你和我的梦是否可能天国一样。